有些水已经不见了，绕道到那个水力发电厂里面啊，啊发电。它在那个瀑布里面看见水就不太多，都是这样子。OK， 那你看看，然后一路我们哈、啊，中午的这个麦当劳啊，随便哈、啊，一路晚上我们、啊、吃什么？晚上我们哈、啊、回到那个酒店。哇，这个酒店在我们就在 Fredericton 的那个首府啊，啊纽芬水那个首府 Fredericton 的那个最高级的一个酒店了、啊。